小心哦，这个吹开里面是什么？眉唇。用嘴唇撕，超湿的。在这哎，家政妇，家政妇。因为他们都会趴着，然后往后看。应该是十二月的这个。是因为拍摄的人是对是涩谷，然后我们去涩谷拍，然后拍摄的人住在日本的摄影师，所以他就是用他们当地可能女优的风格去帮我拍摄，因为他平常会拍很多可能山上优雅等等的很多女优他都拍过，他就说他想要帮我打造一个女优感，就我是算是什么风格都喜欢的，我不会说一定说太性感或者怎么样会排斥，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尝试。Thank you.
这样穿看起来有点像 AV 女优。你也是啊，你我不相信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换衣服。走开！哇！然后现在回来换上浴袍，要准备来泡温泉。我们之前有一起去北投泡过温泉，乌兰也有，然后这是第三次。这里的温泉我觉得很美，因为它外面还可以看到很漂亮，但因为现在是晚上，对，我们把它拉起来。早上还可以再泡一次，它有个很浓的温泉味，然后这边有那个精油的味道。那我们先换那个浴巾，然后泡汤，走了，泡温泉了。为什么我觉得你这样穿看起来有点像 AV 女优？你也是啊，你怎么还不换？没有穿，你我不相信，是泳衣吗？泳衣，泳衣，平口泳衣。对，走喽。太舒服了啦，真的不想起来了。有温泉的味道，硫磺的味道。嗯，如果我家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温泉，该有多幸福。可以啊，我买给你。你要买这里给我吗？对啊，一个晚上20000块。一个晚上可以在台北租。我们这个是我们住过最贵的。嗯，出国也没住过那么贵的。对，史上最奢侈。而且等一下还有宵夜，我们才刚吃完晚餐，然后吃完饭就跟我们说等一下还有宵夜，所以我们等一下10点还会有宵夜可以吃。太幸福了啦！你有什么心得？我的心得就是因为你比较忙，然后你刚好最近又放假，然后就带我出来泡温泉。耶！因为这是林莎订的，但这一间其实我们之前都有经过，对，然后也知道，但就一直都没有。但不知道这么贵，对，吓到了。但是可能一年就来这一次啊。这个浴巾真的超性感哎，是什么？它是一个浴袍哦，天哪！哇，它的浴巾。泡到太热，然后我们出来、真的超级热，散热。我很喜欢就是来乌兰，因为就觉得天气这个天气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这间饭店其实蛮棒的，撇除那个价格的嘛，真的很漂亮，超美的。它价格真的太贵，但很值得，很值得来。他今天帮我准备一件很可怕的睡衣耶，没有，因为他没有带睡衣，我随便拿的。你这样很像没穿衣服。什么？你没有穿衣服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干嘛？你赶快去穿衣服啦。好啊。各位，你要继续吃宵夜咯？没有没有啦，给你吃宵夜。我要吃宵夜，我要你。然后放哪里？好的。你吃牛肉面好吃吗？好吃哎，很浓郁。我这算是香菇鸡吗？对，香菇配我们爱的美酒跟烧酒。小卓，小卓，我的睡衣，我看，好看吗？蛮不错的。我们的公主房里面有公主。大家晚安。我们刚才喝了超多酒，因为我们难得有这个休假日，然后可以。小喝一下，就他一直帮我酒，现在肚子变成孕妇，超级棒！我们要睡觉了，晚安。